Hello， 大家好，我是洛卡。今天我们来开箱的东西呢是《登州之龙》维新集。那我这次买的是台湾限定版豪华套组哦。这个豪华套组盒子其实还蛮大的，不过重量来说嘛是稍微轻了一点。但里面的东西我是非常的有兴趣的、啊。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它正面呢是如同大家刚才所看的一样啊，上面这里有特别写到说它是台湾限定的豪华套组哦，这个蛮重要的，台湾限定。里面呢这个东西啊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的。诶，各位可能看起来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啊，就酒盅、酒瓶、酒杯，没有酒瓶，酒盅跟酒杯，哇，这个感觉就非常不错。然后还有人中这种东西，那我们现在先打开来看一下它撕裂的质感哦，到底怎么样。那大小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还蛮大一盒的，这个是 PS5 的版本啊。其实很舍不得乱撕，很怕把它撕破，这种东西都是这样啊。完了，撕完之后果然中间这里有一个有点像一个小气泡的感觉，哇，这个好可惜哦。那后面的话，它是有一张这样啦、啊，打开来有一个，喂、欸，他们人中之龙的那个人物的登场人物图吧。其实有几个应该是比较知名的哦，男生可能会看的一些影片角色呢，也在这里面出现了哦。他们是真人的单纲演出。OK， 那我们先来打开来看一下好了。哎、欸，到底质感如何？听说是真的非常不错啦。首先哦 ，PS5 的片子啊 ，PS5 片子是一定要的哦，这个才有办法玩。它只能只有一个人玩，需要的容量是41GB 以上哦。这个以上呢，我怎么自己把它摔的？这个以上呢，所代表的、啊、就是它有可能会更新哦。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接着有一个，这个是年历套组是不是？哦，年历组哎，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哦。所以这个只有单纯就是。你现在是几号了，就翻到几号这样子，对不对？对，最多就是到31号。所以它是几号几号这样翻。哦，那这个也还蛮不错的，它算是给你一个用一辈子的概念。哦，你基本上呢就是今天几号你就翻到几号。然后它也没有特别说哦这个是几年的或者是几月的，所以是可以一直重复使用。接着是明信片，那这明信片的部分呢应该有很多张啊。哇，里面总共有1、2、3、4、5、6、7、8、9、10，总共10张。旁边这一盒，我看一下，这里下面是不是没东西了？哎、欸，真的没嘞、欸。哦，它上面有写上《登州之龙》维新集，然后是用一个黑灰色、黑白的方式，其实整个颜色都比较低调一点，包含 logo 这边也一样。背面是没有做特别印刷，旁边这里有一个 Sega， 到底质感如何？哎呦，哎呦，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日本制的啊，真的是还蛮厉害的。欸、其实，哎呦，是真的哎，真的可以 sake 一下哎，哇，这个看起来蛮厉害的。你看它是金色的，这应该是五个角是枫叶吧，对不对？它这个有一个握的位置，哇，是不是给你倒酒的时候可以握？然后它上面的这个口啊，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可以流，可以让你这样子倒酒是可以从这边流下来。欸、其实是蛮酷的哎，而且人家是不是说可以隔水加热？就是温那个清酒来喝这样子，未成年请勿饮酒，好不好？这是真的还不错，质感真的还不错。然后再来是小酒杯，哇，这跟朋友来小酌一下，感觉应该是真的非常不错。你看它这样子，哦，质感很棒。但是这个小酒杯应该是下杯之类的吧？它很小杯，我不知道日本清酒的那种喝酒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这样子的酒量的话，我觉得看起来很像下杯。就是你倒完之后一杯就下去了，好，第二个杯子啊长得像这样，两个的话呢，哦，这个加纹吗？是不是加纹啊？他们有点不一样。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还算不错，质感非常不错。OK， 那东西看完之后呢，接着我们就来进入游戏的分享吧。那么这一款《登州之龙》维新集啊，主要它的故事啊是设定在幕府时代，所有的角色跟场景啊，还有一些服装、建筑等等的所有变化，全部都会以一个比较早期的日本来作为一个设定。那主角还是给人一种非常义气感十足的样子啦，因为其实在玩《登州之龙》系列啊，它的故事虽然说大致会比较相同，都会以一些黑道来做故事的主轴，但是时代的不同跟主角人物设定的不同啦，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异。不过在义气感的部分呢，绝对是每一代作品当中都还蛮重要的一种元素，剧情的部分会非常的曲折，这绝对是《登州之龙》系列的一个特色。你在看的时候，会真的深深的被它给抓住，
有一些看似敌人，有一些看似盟友，但是到后来剧情的转折呢，会怎么让他们起的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在游戏里面、都是蛮重要的看点。一开始的主角呢会以版本龙马登场，因为后来他需要去查明一些真相，所以就要混进去比较强的杀手组织里面，会用斋藤一友来做上一个自己的化身。那每一章结束啊，其实在剧情的部分会有很重要的前情提要，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分期付款型的玩家来说真的不错。有时候玩游戏真的没办法一天就给他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这样子，直接就把他从头打到尾破关。可是每一次呢，我在玩到一半的过程啊，要再怎么样去回想之前的剧情是怎么样，要怎么连贯下来，就会有点挑战。尤其是可能离个三五天我才要第二次打开这一款游戏，那上一次的剧情呢、我可能就会有一点中断，比较会有一点接不上的感觉。但是它的分期付款方式就是，我们如果设定成一次我就打个一章或打个两章，那每个章节结束完了，我们也会有存档，下一次只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再看一下前情提要啊，就比较容易知道之前的剧情到底发生到哪里。那人物的绘制真的是非常帅气，整个画面呢、因为它这个是重制版的吧，真的是提升的非常的好。而且你看他的手指头上面、那个月牙都有，包含脸上的毛孔、头发、胡子，那个感觉真的只差鼻头粉刺没有出来而已。而且啊，有一些画面哦，你会看到他的那个武士刀上面会有血印，然后甩下去之后呢，往镜头这个方向喷过来之后，会有残存的血印啊，一下下的闪过你的画面，闪过你的镜头，好像是就近用最近最写实的方式正在看着这样子的场景，看着这样子的事件发生。那画面的风格啊，当然是非常的古早味哦。因为之前我在玩的《人中之龙》啊，都是属于现代感比较重的场景，所以在这一代玩起来，那个风味特别不同。有一点会感受到好像当初在玩热血时代剧的感受，不过当然啦、这个画面的部分哦，已经随着时代进步的非常非常多。那音乐的部分呢，我个人觉得它并不一定是最好听的，可是啊，它的适时点缀的气氛哦，非常的棒。因为它有时候啊，在这个剧情转折啊，可能是从热血的精神变成一个哀伤，甚至变成一些有点愤怒然后不甘愿的状况。那有时候当然它也会做一些比较搞笑的，想要综合这种情绪，缓和情绪的感受，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蛮俏皮的音乐。那每一个音乐在出现的时候啊，你都会马上被它点到，就是俏皮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该休息了，转换一下心情的，不要再太沉重了，它都会用音乐来叫你，哎，转换一下吧。那等到要带入情感的时候啊，要用更深的那种感情去感受它的剧情变化的时候，他又会给你一段哇，有一点哀伤，有一点点情感的音乐。那游戏当中的玩法其实还蛮简单，它主要有四种打法啦，会有拳脚跟枪，还有刀，还有刀枪结合的四种打法。那包含还有一些特殊武器也可以拿来用，还会有一些特殊的造型。那难度的话，我是觉得不算高。当然，在这四种打法哦，每一种各有特色。像是拳脚啊，它打起来就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威力当然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可是啊，有一些连段发射哦，那种机关拳的感觉，要一个打十个的感觉哦，打起来是真的爽度蛮油的。那当然，刀的部分呢、就是拿里面的日本武士在拿的武士刀哦，拿起来砍人，哇，这感觉也是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是四个里面威力最大的。它在砍的时候啊，动作会稍微的慢一点点。枪也是，威力也还算不错哦，单纯用它的时候威力是还不错，而且它是属于远距离攻击的。但是动作上来说了，当然就会比较慢一点，而且有时候你面向错边啊，那个枪开下去可能会打到空气，所以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枪的用法。然后还有一个是刀枪结合嘛，在这边应该是叫做舞，因为这个舞啊，跳舞的舞哦，它就有点像是刀剑乱舞啊，它是叫刀枪乱舞，动作会很快很华丽，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刀跟枪的威力都会稍微降低。并不像单纯拿刀或单纯拿枪会有比较强的威力，可是在这边呢、动作就会变得比较快一点，等于是有点像是拳脚版的拿刀跟拿枪的结合，所以在玩起来啊，四个都会给我们不太一样的玩法，包含那个闪避防御的方式哦，也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啊，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刀枪结合的舞啦，至少玩到现在都是，因为它打起来呢，尤其是在打王的时候，我砍个两刀，然后就闪个两三下，华丽转身，然后再转回来再补个两三刀哦，应该是说等他攻击完之后，我再补个两三刀，这个节奏打起来啦，还算是蛮简单可以应付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刀，因为它的威力还算不错，而且近距离的话可以砍蛮多人的，我是觉得用起来还算蛮习惯。
那当然可以去找敌人的弱点可以打，有些敌人是不太动，但是你靠近他威力很强大，甚至有些拿枪的你拿刀跟他打，我是说长枪那种枪，不是火枪的那种枪，他的距离就是攻击比我们还远，只要他不太动我们就远远的拿火枪射他，这样子会比较有点像外乡人的打法啦，但是也相对的就比较安全。那一般呢、它的节奏都会比较快一点。当然在闪的时候我是觉得它的爽度算是普通，因为它在闪比较不会有那个子弹时间，就是会突然然后停下来让你有很多时间很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攻击。当然你在闪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对方笨笨的啦，就是继续砍完它的连续技才会停下来，所以这时候就会很多空档可以让你去补刀。那我觉得闪在这游戏里面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可是它难度真的不算高，因为你就乱闪乱闪乱闪，尤其是看它要挥的时候，你就稍微闪个一两下，基本上要闪过是蛮容易的。那在闪的那个节奏啦，也是算稍微的快一点，因为敌人只要举起刀要再打出攻击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马上的事，所以这个就是要自己稍微习惯一下。那接着就是打起来，我觉得控制方向的部分稍微的要习惯那个方向感，打起来呢才比较不会挥空啊，挥空的话会有点浪费，因为敌人有可能反击回来就会打到了。那里面还有一些玩法，就是像小游戏的部分，有玩躲猫猫啦，就是官兵会抓小偷，我们要去躲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水桶啦、轿子啦等等的。然后还有玩砍炮弹，它有点像是在玩棒球游戏，然后还有射炮弹的，这个就有点像是玩音乐节奏游戏。然后还有猜嫌犯的这一种的，跟陪人拉迪赛，然后要回答问题的，基本上就是你只要看完他的所有讲的话呢，应该就可以推敲出来，难度不会太高，然后就可以过一些支线，拿到一些得的点数。那得的点数呢，可以在里面兑换一些能力啦，还有魂球的部分不是那个魂蛋魂球，那个魂球是灵魂的魂的那一种魂球，他只要得到之后呢，就可以在里面去点技能数啊。那有分上四种武器、四种攻击方式，就是刚才所说的拳脚、还有刀跟枪、还有刀枪结合这四种的，分别会有他们的技能数可以点。那点完之后就会有对应的招式啦，或者是加强的功能，甚至可以拿一些特殊的武器来使用。游戏的话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 bug 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bug 还是它的设定时间设定，因为有一个地方我是在跟 NPC 讲话，原本旁边有一台推车，结果我一讲完之后那个推车就直接消失不见，我在想该不会是它的剧情设定是我们的对话会非常的久，还是说呢这个对话完之后车子直接消失不见是一个小小的 bug 啊。总而言之这个不太影响游戏的体验就是了。硬要讲的话就是它里面的人物真的绘制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觉得那种帅气度啦真的是有，眼神呢也是非常有的，就是那种杀气的感觉。可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因为人的眼神嘛是有灵魂在的，就像你近视眼拿下眼镜的时候，只要你没有办法对焦的时候，其实看起来你的眼睛就会有一点点好像失去灵魂的感觉。那在游戏里面这样子啦，这也不是只有他的问题，应该是说现在 3D 游戏大部分都是这样，眼神的部分真的就是缺乏一点，那人物这么帅缺乏一点灵魂就会有点小小可惜。然后小地图的部分我是建议可以去更改它的显示方式，因为它原本是固定的，我是觉得看起来会比较麻烦，我比较习惯把它当成导航来看，所以我后来就进去设定里面呢把它更改一下，会随着我们角色的视角转换方向，这个样子看起来会比较像导航的方位。然后再来就是喷血的部分也可以去调整强弱，假设呢你家里面也是跟我一样有小朋友的，然后他有可能会在你玩游戏的时间看着你玩游戏的，那你就可以把它调弱一点，自己帮他和谐化，这样子玩起来啦就会相对的比较 peace。 好啦，那这一段呢就是属于我自己在人中之龙维新集呢小小体验的一些心得，如果各位呢有什么不同的心得也欢迎分享给我。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人中之龙真的值得体验，赶快去买。 OK，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